是焦哥，我是泰国金马象，我是寿元大牌。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新北市中和的华新街，这边呢聚集了很多东南亚的新住民，对，不但居住在这边，而且在这边有很多的美食贩卖哦。对，没有错哎，你来过吗？我来过啊。吃什么东西？都是一些滇缅的料理耶。真的？你来过吗？我今天来可熟得很，而且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。为什么？那就是我要给你们送祝福，水准备好啦。要泼水啊！来来来。市长来了，来，拱手拱手拱手不握手，拱手代替握手。听说在4月13号开始会在中和的华新街这边办个活动，是吗？是啊，我们每年都会在这里办泼水，是已经办了22，但是今年你看我们都戴口罩啦，是。那表示说新冠肺炎还在高峰期，是，所以安全最重要，所以就不能办实体的泼水了。对，没关系，但是呢，泼水这个动作啊，借由泼水把身上所有坏的事情通通给它消除掉，没有错，还是要泼。我准备好了，你要什么泼？来，不能少。哎呀，自从新冠肺炎开始，所有的店家、公共场所通通在门口准备了消毒酒精。我们就来喷这个，手伸出来，我也要。而且呢，其实我们的线上 online 泼水也是可以的，对，来，我们到里面来享用美食，好不好？来，走。这里南洋一条街到底有些什么好吃的？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非常爱的这个叫做鸡肉粑粑丝。粑粑丝其实就是一种面食哦，它就是米做的。哦。大家都吃过过桥米线吧？对。像这个呢，就叫过桥米线，它比较细，吃起来的口感呢就比较 Q。粑粑丝呢，里面什么样的口感都可以，比如说你是有咖喱的，是，有汤的，或者你喜欢干饭的都可以。哦，他吃那个粑粑丝，是的，你也口渴了。你现在喝的这个啊，是缅甸的奶茶。哇，那个缅甸的奶茶，他们习惯都是喝热的，热奶茶。泰国的话它是冷的，对，缅甸的话它是热的。嗯，有干嘞，又干喽，对不？又回味。嘿，这个奶茶哈，跟我们一般的喝什么珍珠奶茶那种不太一样。我赶快，这个叫做鱼汤面。这个鱼汤面哦。就是缅甸当地好像是台湾的牛肉面或者是蚵仔米爽一样，到处都有，从早上可以一直吃到晚上，一直吃到宵夜。吃美食就是让大家回味，我们故乡好吃的东西。没错，是啊，我真的不晓得新北这边的泼水节竟然有22年的历史了，因为我们新北市的新市民有事情。全国最多的一条，华新街这一条就更密集哦。你像缅甸的都来了，泰国也来了，日本也来了，好多啊，好多店街。是。其实东南亚朋友们的过年的时候，没错，这个时候呢，泼水就是祝福了。但是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情况，所以我们市长呢也帮我们特别做了一些安排，为了大家的安全。因为今年，新冠肺炎是太严重了，是，所以怕群聚感染。所以很多大型活动我们都取消，是泼水节对他们来讲就是过节啊，是，不能让他们失望，没错，所以我们就改一个方式，让实体的泼水变成线上泼水游戏。我们的手机游戏啊，开创了3种不一样的挑战。有三个挑战，哪三种挑战？非常简单，每次我在这里都是街头上水枪大战，对，线上水枪，对。那第二个，我就用了，泡浴缸，鸡舞，泡泡越多，鸡的糊越多，这是一种游戏，还有制造祈福的卡片，写卡片，是现写下去那个祝福的话，对，这三个不一样，我三个如果都过关了呢，还有华西街。最重要就是美食嘛，听说完了以后我可以得到这个，对不对？美食体验金，哇，电子券有张，反正我就可以来这里吃，对，每一家店都可以，哎，而且可以30家，哇，线上来这里刷一下卡，订一下，你借我这，啊，没有结婚啊，我以为只有一张两张，有6000。
不怕你吃呀、不怕。我今天来吃啊，也有带哦。我的哎呀，可以稍微请你们小心一下，好极了。不不不好不好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，我们这个活动是从4月13到4月26号，可以在线上玩，玩到就拿来一个电子券，是消费来带动整个的消费，对不对？借由祈福，借由一个东南亚的样子的习俗，没错，带动整个消费。因为时间我比较拉了十几天。就希望大家分批来，店家都做好了准备，让大家开心消费。泼水节啊，就是要为全世界来祈福，是，所以我们线上就是祈福的意思。是，虽然活动啊是从4月13到26号，但是呢，在这个之前，4月初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新北市文化局，到它的网页上头就有相关的资讯，透过这些资料了解了详细情况之后，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活动。是4月13到26号，在新北市为全世界的人来祈福，拜托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参加。谢谢市长辛苦，也祝福大家能够泼水节快乐。